嚟咗啦，我摆咗啲嘢喺雪柜。个雪柜而家 lock 咗，不过唔紧要，我带你睇咗个厨房先，个厨房都好靓。咁呢一度咧，厨房就有两个明火嘅煮食炉啦，跟住亦都有好多嘅储物空间，你中意摆啲咩咧都够位噶。玄关位置咧，左手边会有个长形嘅厨房啦，有明火煮食，奇丽干净。呢个单位咧就系新宝城嘅积旺啦，三房两厕实用，面积644尺，客饭厅分明啦，呈横厅设计，所以睇落空间感会大啲，同埋采光度高啲。三间睡房都同客厅同向啦，向南嘅。房间方正实用，采光度都几充足噶。咁主人房呢一度咧就有山景。将军澳坑口站指标屋苑新宝城由恒基兆业发展，邻近港铁站天桥接驳几个唔同屋苑嘅商场，比如东港城、新宝城同埋南丰广场。新宝城设13万平方尺南欧式平台花园同埋住客会所，设有健身室、游泳池等等，亦都会有喷水池啦，同埋盆景等等噶。呢度咧旺中大靜，部分嘅單位咧就可以眺望銀線灣嘅海景啦，又或者係翠綠嘅山景。新寶城由1999年開始入伙，新寶城咧一共有6座啦，咁就提供2184伙嘅單位啦。實用面積咧由377平方尺去到644平方尺噶。咁新寶城咧，我哋就睇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对呢间单位有兴趣嘅话，记得揾翻我啦。我系 Rio， 拜拜。